整个飞机全部已经散掉了，全是碎片，很散很散。我当时没有看到那个生还人员。3月21号下午，东方航空公司 MU5735 航班执行昆明至广州任务时，在广西梧州市上空失联并坠毁，机上载有乘客123人，机组人员9人。事发时，广西移动网络技术人员李成斌正在事故现场附近进行铅改验收工作。大概在下午2:20的时候，听到一声巨响，就是飞机那种呼啸或者巨响，大概响了一秒钟，然后就嘣了一声，整个声音具体其实一秒钟，然后很大，特别大那声音，玻璃都震到那种。事发后，李成斌坐上村民的摩托车前往事故地点。据李成斌介绍，事故现场离梧州市藤县朗南镇木朗村直线距离约200米，该村位于朗南镇正北方，梧州西江机场正南方，仓朔高速路旁。飞机是掉在山里面的，它离村道边大概距离有100米左右。然后呢，飞机看飞机的那个痕迹，应该是俯冲下来，俯冲到山坡，因为撞到一排竹林，顺着那个竹林又滑上了山上面，大概应该滑了一个山头左右。但是现在目前没有看到那个飞机的主体，全是那些碎片。李成斌描述，事发整个过程大概10分钟，14:32，李成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目前公安、消防、医护等救援力量已经进驻展开搜救工作。山上的人能看到他们的灯光，满山的那些手电筒在到处的晃。然后现场的话已经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指挥所，现在山下后勤指挥的应该大概有差不多上千人。此时救援还在继续，李成斌将留在现场负责通讯保障工作，期待前方带来好消息。